就决定是你了。宝可梦的粉丝有福了，悠游付会员于9月达到50万人。为了感谢悠游付会员，将在10月中下旬推出会员独享在 PC Home 24小时购物预购宝可梦 3D 造型悠游卡。喜欢宝可梦的粉丝赶快把握时间申请悠游付，就可以拥有宝可梦 3D 造型悠游卡啦。宝可梦造型悠游卡 3D 宝贝球是史上最热销的造型悠游卡之一，去年首次开卖14000个瞬间完售。为了回馈悠游付会员，悠游卡公司决定复刻最受欢迎的宝可梦造型悠游卡，让悠游付会员独享预购，用悠游付在 PC Home 24小时购物付款即可拥有宝贝球悠游卡。悠游卡公司预计在10月中下旬与 PC Home 24小时购物合作开放限时不限量预购，预购活动限定悠游付会员参加，每人限购一个。详细开卖日期请密切注意悠游卡官网、 Easy Wallet、 悠游付 App、 LINE 官方账号及脸书粉丝团。还未加入悠游付会员的消费者可及早下载注册悠游付会员，若预购后办理退货，需依 PC Home 24小时购物退货程序办理，也将视同放弃预购权，不得再次预购。图片来源悠游卡公司提供。宝可梦造型悠游卡 3D 宝贝球预购活动10月中下旬，预购网站 PC Home 24小时。喜欢宝可梦的粉丝们怎么可以错过？让我们一起期待悠游卡公司公布的预购日，到时候就预购一波吧。 Tilda 延伸阅读，来源悠游卡公司提供。